恭喜 CGNTV 十周年了，十年时间过得好快。想到祝贺这一个电台成立十周年，我就想到一节圣经，是在诗篇十九篇第四节。这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神他的量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这一句话真是太好了，上帝的声音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全能是遍布在整个的宇宙之间。而广播的工作，这个传播的工作，就是把神的恩典，把神的祝福能够传扬到普天之下，传扬到所有的地方。所以我要在这个时候特别的祝福 CGNTV，祝福你们的工作好像神的量带能够通遍天下，神的言语能够传到地极。祝福你们，恭喜你们。